来到整个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，现在坐上高铁，这个叫三峡门站，也是属于陕西省跟河南省的交界处的地方啊。一直在做建设，这属于整个陕北的黄土高原或黄沙滚滚的地方，真的是比较人员比较稀少啊。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河南的那个龙门，洛阳的龙门石窟啊。河南省是中国35省人口数最大的一省。好，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告一段落。